眠症使我一直睡不着。如果你不能入睡，只要塞住耳朵，不要让任何声音吵你，你就会睡得又香又甜啊。听起来有道理。方法是捉一只乌鸦，放在两片面包中夹着吃，或者煮着吃，你就会睡得最好的。做个好梦吧，啊！哦，一只乌鸦，听起来有道理。晚安，朋友。做个好梦吧，朋友。晚安啦，朋友。做个好梦。我的朋友，睡个好觉。首先烤两片面包。抹点黄油，加上香料，乌鸦肉三明治一定美味可口。看来我要成为一只死乌鸦了。那人得了失眠症，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情况。老板，这个时候吃东西最不好了。这会让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的。可我好几个星期都没睡觉了。包在我身上，老板。最好的催眠方法是立刻开始数数睡觉，老板。听起来有道理。我们就是上帝的可怜的羔羊。咩，一咩，二咩，三咩，四咩，来了。我根本就没合眼。你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，老板。瞧，就在你刚才认真数数的时候，突然你掉进地板的大洞里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在你睡觉之前，你就得洗个热水澡放松放松。听起来有道理。来，老板，舒不舒服？过会儿你就会安然入睡的。晚安，再见吧。晚安，朋友。晚安吧，朋友。做个好梦。这次我要按书上说的去做。老板，你等一下，我要解释。老板，沙子来了。老板，打干草的时间到了。老板，我该退休了。晚安吧，朋友，做个好梦吧，朋友。来吧，老板。
晚安了。